红包。我现在可以买很多我想要的东西。Uncle。Yes, welcome to。小妹妹，你要找些什么东西呀？我想要一个电饭煲。小妹妹，这个电饭煲你会用吗？不是，我买给我妈妈的，因为我家里没有电饭煲，所以我想趁新年买一个新的送给她。小妹妹，小妹妹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小妹妹，新年快乐啊！谢谢安哥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